工作结束了，先洗漱。之前长的痘痘都消了，还有一点印子，想敷个面膜。要不试试之前很火的三明治敷法，看看效果。有人说时间不宜过长，否则皮肤容易过度水合。先敷片状的，我每次都把多的精华先挤出来涂在脸上，再去敷面膜，时间短一点，敷个五分钟。接下来先别扔，涂一层福瑞达，我的马上就要用完了。我很喜欢这个，它成分很好，用来补水维稳真的没得说。哎，好像进鼻子里了，把它抠出来，嘿嘿。不知道时间够不够，我打一局游戏给你们看我的貂蝉皮肤。哎，我太坑了，输了。14分钟，时间差不多。我刚才死了8次，郁闷。面膜已经吸收了一部分，把刚才那张面膜贴回来。再等5分钟，点个香薰，一会可以睡个香香的觉，很治愈，我很喜欢。好啦，去洗个脸，皮肤状态真的比单独敷要好哎。不过大家用这个方法要注意控制时间哦。晚安啦。